有股唾沫在里头那种感觉。设计这些零食的人是有多没事儿干？吃煎蛋吗，姐妹儿？跳跳糖，这真是小孩都不玩的玩具。你要干嘛？我想翻个面，翻个面。撒上我们的罗建了，这是油醋汁，都不想吃。底下还有绿色跳跳糖的那个底儿。当然了，这不是很好。我们现在就是一分为二，还尝一口。还接着呢，把核过了吧。你看，这是糖心的、哦。第一次给你做开心早餐，不敢不吃，就是果冻。干一杯。这什么东西？是跟你有代沟的东西。这个是成人的糖果屋哦。刷，这么多玩具啊！全场特价甩卖，最后一天。这是这个小卖部的内容。他怎么给我的是小汽车啊？我买的是棒球子。就这个，我看看这怎么玩啊？这表实在太炸裂了！咱这的卖萌，就长得挺蚯蚓的热狗，你就看15块钱就行了。哎，你终于有机会和扯一跤搞下了，快冲！老糖果肉，特别像电视剧里的酒坛子，还有配套的勺。老坛酸菜的这么好吃，这老糖果肉不得飞了呀！还真像这么回事儿。出现了这个玩意儿，古代与现代的结合，哟，这有股唾沫在里头那种感觉。谁能吃上这一口，这可真是泼天的富贵呀！好甜，哇哇哇！黏吗？黏，像痰。这个是野肉，但是这个透明的水，这可是太甜了。主打的就是每天上一档，档档不一样。